嗨，大家，我是你的天母封底锁。你知道今天要干嘛吗？今天3月9号，这里是南港展览馆。今天我们来台北国际自行车展。今天呢，由我代班主持这个开场，因为哲瑞现在在里面忙直播啊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让他直播的时候笑场。我们现在要出发 ，Go！我觉得反正等一下就看了嘛，我就会想办法让他笑，学他的动作，学他正在讲的话，学他骑脚踏车的样子，学他很紧张的表情，学他看到我很惊吓的样子。哇，电车哎、欸，早知道100K就骑这台、欸，在那边踩那么累干嘛？哦。有什么好看？你坐那上面的啊？我尿尿尿尿水，中红没有？真的？太过分了吧？啊！这么珍贵的画面你也录？那骑这个，没有在开玩笑吧？你要啊，我没掉下来，你就请我吃烧了。啊，我掉下来我就吃烧，可以吗 ？OK 啊，好 ，Go！ 从来没有在跑步机上骑过脚踏车哎、欸，看，好紧张哦，我会掉下来啊？不会，不会吗？真的哦。送的给你带动，它是底踩，然后。好逊哦！哦，先踩，踩出一个回转跟速度之后，踩出还是太慢，再踩了。好不受控制啊！回转跟速度，嗯，手拉掉，出来之后才有办法手放。手拉掉，哪一秒？哪一秒？可以放了吗？你要有点速度才够平衡。多帅啊！啊，再。哦，上路了、哦。看前面一点，看前面一点。好，看前面，看前面。哦，没踩过呢，假装自己在骑车哦。这路有点颠簸哎，好快飞出去了。这绝对不是厂商的问题。哦，而且还有风在吹。我不太想摔车哎、欸，这样，哎呦，好像要摔车了。你要吃哪一家烧肉？外面很多可以挑啊。你看，现在在干嘛？长得很像梁哲瑞，在那边呸，在那边讲那些鸟蛋。聊看就好。我就让他笑出来 ，Go。推出，但是 YouTube 它对。他刚好想吃一点螺丝啊，有一点作用，心情有起伏。他今天好好修眉毛，长得有点奇怪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哦，他眼神在闪烁了。我刚刚在那边主播，你在那边后面跳什么舞啦？计划成功。我在那边很认真的讲，然后说，哎，我们等一下那个产品变速器什么，你在后面跟我这样。没有，我刚刚是这样。我刚旁边那个什么介绍的那个伙伴，我超怕他笑场，我想说他们到底在后面闹什么。可是我看工作人员脸超臭，超已经要冲过来揍我，因为他已经觉得你到底还要多久这样。但我觉得这自行车展，我不知道你们刚刚到底介绍什么，但是现场真的是琳琅满目，各家品牌就是不管是乘车还是各种三套件，真的还蛮丰富的。对啊，那你刚介绍了哪几件？我刚
刚刚就是在想办法找你而已。好啊，算了，我介绍给你们看。Go。哦，你坐上去，这整个变速在那边晃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你这个手感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不用在那边用力扳了，就是按一下就按按按钮的感觉，马上就有立即的感受。你看后面这变速，立即的感受。我刚刚主播的时候听那个介绍 ，Vincent 他跟我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提升50%、欸，原本电变已经够快了，他这还提升50%，58%。好了，我知道很多观众都说他没有车表，现在不知道到底在骑什么。不然这样，接下来我们的挑战是美利达经典百 K 啊，它总里程应该是100公里上下。那只要你达成这个目标，就有车表，我们就考虑找车表，考虑而已啊，考虑，先考虑，先考虑。我看你刚刚在那边看到已经口水流下了，可以吗？没有，我们就低到哪？通常是要有挑战的。如果你挑战成功，好不好？不要被关门，因为关门时间好像6-7个小时。如果你关门前骑完，就有车表，就有嘛，就有车表。再讲一次，我一定要录影存证，就有车表。Yes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！下期明天见，拜拜！哎、欸，记得赶快来逛台北自行车展，拜拜拜拜拜拜。